什么预算？要什么机器啊？小葵，我想要个大内存的12PM。那你预算大概多少？预算就3000多，你看着安排。对颜色有什么要求吗？颜色倒无所谓，城市好点就行了。OK， 这个没问题，一会给你安排。今天呢，这位粉丝他就3000多预算，想要个大内存的。我们在这里，在档口大哥这里找了个12 Pro Max 卡贴的256G， 来看一下成色。成色的话，边框没有什么大磕碰，只有轻微的使用痕迹，95星的成色，摄像头也非常正常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，功能有没有缺陷？屏幕，因为这个目前，因为现在手机屏幕它非常贵的，所以屏幕这个一定要测试好，没有非常。的丝滑没有断数，然后看一下原彩在不在啊？原彩也正常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，再来看一下那个面容，因为面容也是非常容易损坏的一个部件，一定要测试好。录入正常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功能有没有问题啊？陀螺仪也都正常，基本上这些功能正常的话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就回去之后再给它进行32道工序，再深度的检测一遍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目前呢，12 Pro Max 256G。市场行情在3300左右，阿辉就加个跑腿费3599给这位粉丝带上，回去再质检完之后没什么问题，就可以给他安排发货了。